这么嫌弃，拒绝同桌，我要开台改气桌了，嫌弃耶，先开再说，坐下去就跑走。八点六，小雨怎么不坐？没有，我在看他们两个。杰克坐来对面人、啊，哎、欸，不能打人！我还想说这是竞技饭桌，行啊，还想打人啊？扳手腕有没有？好打、啊！就是那个母里人的那个，他站在那边，他开始扳手，扳手。现在换我要开台喽！好，这什么啊？好好开开开，造型台，噔噔，嗯，现在看看控制室啊。特别的，这里好空哦，对。哇，这怎么有这种货物啊？怎么会有这种货物啊？卡，哇，卡库啊，古力帕，哦，你说那个哦，对啊，我刚刚已经爬，我已经爬了很久了。哇，好难跳。对，这真的有点。怎么一直在看着西瓜？后面还有一个比较难的跑酷。我在看，我看等一下我要出货的东西啊。出货的东西。出货。出什么货？就这个啊，就这个啊。出什么货？讲清楚，讲清楚。爬上来不知道去哪。这个上面啊，这边有楼梯。哦。等一下。辛苦了，跳。啊！哦，这里有楼梯哦，原来是跑酷游戏啊。这边没有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苦力怕战争。为什么中间不是绿色的苦力怕啊？有啊，我在后面，在后面啊！一回头，不好意思啊，苦力怕大大，做得很好呢。苦力怕战争，然后他没有介绍书，所以要回去看看他的巴哈华文那个巴哈。好，海波啊，这个故意挤出去了吗？啊，这上面有什么啊？不知道，一箱西瓜之类的吗？哦哦，你要被打了！哎呀，哇，很危险哦！你还想解最后一张吗？好讲话哦！没有，你又不知道西瓜很好吃，你还想要一续惊喜？你还想要钱吗？哎，你们不能这样排挤喜欢吃西瓜的孩子。怎么了？你看他只是单纯喜欢。你看他多喜欢啊，他还把颜色穿在身上，这是告白吗？哪有？我大概看懂了。哦，好。他这张地图有一点点类似那个，因为我之前玩那个，有一点类似那个天空突袭战。哦，就是双方有核心要保护，然后又要盖桥到对方那里。那我们的核心就是苦力怕，而且会有三只。就是从近中远的这三只，那想办法就是要把对方三个苦力怕的地方给毁灭掉。然后呢，有一点类似那种 bear wall， 就是在中间的地方会有一些矿物资源，有钻石跟绿宝石可以去拿。那家里呢也有一些资源，家里的是火药。对，那火药就是所有的经济来源，就是你要买东西啊，就是要利用这些钱去买，就是钱就是火药啦。对，好，那绿宝石跟钻石它也可以换成。就是绿宝石是30个火药，那钻石等于15个火药，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呢，就是这个王国之战都没有的情侣系统。还要整一下。当第一只苦力怕死后，会有随机两位玩家变成情侣系统，变成情侣啊。对，然后情侣的话，他们只要靠近就会有抗性效果，彼此就会有抗性。然后如果问题保护对方，是两边都会有情侣，还是一边而已？很好，他没有说得很清楚。不知道，哎，他会不会跟敌对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他书上不是他不是书，他没有书，他的巴哈也没有写很清楚，就只知道两位玩家。然后呢，他还有一个叫做小三系统。就是某一方的第二只苦力怕死后，会随机选择一位玩家变成小三。那那个小三因为非常非常的仇恨，所以他会拥有永久的力量效果。哇，霸气哦！那小三绝对不会是情侣的那两人之中啦，好不好？哦。然后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随机的事件啊，就可以去，到时候就会知道了。好。然后苦力怕好像是有血量的。它是血量制度，就不是你打一下就死，而是要持续的去打。对，反正我们玩了一场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调整一下，
说不定等一下也会有观众场，观众想玩就要去 DC 准备啊，新地图哎、欸！哦，今天有观众、欸、新奇，新这个我们先好好的了解，旋转，跳跃哎，怎么了？太菜了！我闭着眼，四百百六百。太多了、啊，倒推倒推倒推，怎么还只有这两个选择啊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这就是就你菜啊！哦，他那边原来还有一个楼梯哦，对，有啊有啊，不然他往回家哦。有人来上面吗？啊、哦，他知道了，好酷新手。根本不用旋转跳嘛，贴着跳就好了、啊。王掉落，自然回血。看音乐，用屁股上梯，用屁股上楼梯。我用屁情侣小三，通通开始就可以爬啦，干嘛要跳？对对。哇，这屁股很有力。弓箭盾牌，他应该有练金刚屁屁。金刚屁屁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准备来喽。苦力胖的血量是五十、一百、两百五。哦。对，就最后家里的就比较多，嗯、因为还有三只啊，三只。嗯。就随机分类。好，哎呦哎呦，我们是金色哦，我们是金三色蓝队，我们是金色狂风队哦。哎呀，来哦，金色狂风队下来吧，下楼喽。那我们要什么要取一个帅哦的名字？帅爆！你没听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是点到 SK， 金色金色狂风队。这个来咯，没玩过，反正玩了就知道啦。哎呀，起手十六个火药，那我要集中在一起吗？然后有那种岔气啊，气死了，吓我一跳。先找那个嘛，商店。哦，二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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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店。还没有补充说什么？游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，装备会提升。有吗？商人有 有第二阶段，二十分钟后。嗯，他怕人家就是我要玩这个装备的差距变太大。了解了解。哦，还有隐形哎，赞哦！你应该是要先买那个吧，垫脚石之类的。我要去。那、有杂货商人，一个火药可以换一些羊毛。好的。是大家都有吗？都有都有都有。哦，所以有什么有什么？全部人站在纪念上面，全每个人都有火药啊，物资。啊、物资会 共有那个那个背我背我，背我。好，这是我的工作了，谢谢音乐。我先去干，帮你囤货，等下你送货。好好好，我送货，我去送。可是要买什么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武器吧。因为你刚刚是死掉会那个、喔、东西会没有、喔？两个两个，一直是两个两个、啊啊。中间也有货币商人，是不是、欸？会平均有羊毛支援。有我有羊毛，我有羊毛。我这边都是换钱的。我现在是两个两个，那这样呗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中间绿宝石，绿宝石，抢绿宝石，抢绿宝石！啊，两边绿宝石抢啊！我一直是两个两个。钻石点位在哪？好多那里面这样、啊？什么？里面有东西吗？里面有东西哦，会有箱子要看哦。哦，火药，火药，更多的火药。34个火药，哎、欸，32个、嗯，超多。然后绿宝石是一分钟。哎、嗯欸，他们也电过来，那个家里的，我们需要武器。啊！哇，你是不是把火药弄不见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我觉得我要。他们要过来了！啊，家里的，救命啊！家里的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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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买东西。啊，那，Switch， 我等到了。我跟团团回家，你们换你们两个过来。我出发，我出发。家里他的钱一定要站在上面才会有吗？还是对，要站在上面，站在纪念上。有啊有，他会持续掉，他会持续掉，所以可以一段时间再过来。哦，可是站在上面，好像大家都会给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需要出门啊，我们需要出门。中间商人有什么？干嘛的？货币商人。对，就主要是拿那个绿宝石可以换钱。嗯、哦，那钻石也可以换钱哦。我先换一堆剑石，感觉剑石就是很 carry， 很重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们桥被破坏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好像是。他们坏坏，你们该不会没有带吧？我只有带装备来而已。我想说紧急支援，紧急支援，就装备穿上就跑上来了。对啊，哦，还、欸、哦，旁边是。然后团团是不是也没有带垫脚石？对。我们整个家都不会盖啊！有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刚去拿绿宝石换钱。哦，一塔传送阵。
哎呦，传送到一塔了，家里有那个传送阵，可以直接快速到一塔。哎，这个这个，好啊，我杀人，我发光。好好好，哎，那个繁星，繁星，我分你一些垫脚石在后面。繁星是掉下去了吗？团团，你怎么那么大只？哦，团团哦，你干嘛、啊，团团？家里嘞，等一下。你们等一下一塔过来有那个有垫脚石可以拿。好、欸，好多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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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已经过去打架、啊。你好 carry 哦，有个铁装就好 carry 哦。哎哎哎，成为新队了。我打了他们第一次，我第一次已经干掉了，好快、啊。哎，有两人变情侣了，有人变情侣。对对，他们变情侣。我们有吗？我们没有。啊，是他们的哦，自己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死掉就谁会变情侣那边？不是说其中一方吗？嗯，他应该说文字游戏哦，文字游戏哦。嗯。你刚刚骂脏话吗？阿达，我说阿达，阿达，阿达，哦，哎，你们一定听错了，我说阿达。OK，OK，OK， 误会，误会，误会。嗯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？有观众说网上有附魔台，网上有附魔台，但是这游戏会喷装。对，哦，哦，所以就是不能掉下去。嗯。那我们的桥要不要加大一点啊？有，我想要加宽了。我带没有快速回家。垫脚石来了，我垫脚石换太多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彼此去了，换我回家。好，音乐加油。好，原来是巧克力吉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然后关我什么事？我刚刚以为你是故意说团团的，然后我就很顺势都说团团哦，团团哦，团团哦，我一个躺着中枪哎。有问题就我团团，名字后面那个是什么啊？名字后面哦，那个是你复活的时间，你杀了一个人就复活 1.5 秒。哦，还有方块消除器耶，好猛哦！哇塞，鸡蛋天桥隐形，小雨想干嘛？小雨想过来，这什么踩到云的人会连续被雷劈？好好凶哦！他是那个。药水啊，自流药水啊，那里可能就是扔在上面，垫脚石上面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样子我放不去。没有，我要这样。哦，力量兔，那他们只能挖了。放个治愈兔兔。兔兔，来啊，来啊，兔兔，速度兔兔，来啊，小雨过来啊。音乐超嗨，过来啊。盾牌，我觉得我要换很多垫脚石，我要来叠别的路了。啊、这个钱超多啊。你钱也很多，哎呦！哎、欸，他们在叠方，走开了。还是我也换一个方块消除器到前线啊？下去吧，可以啊，下去吧，可以让你们那个下去吧，两个下去了，哟呼！哎、欸，他在三十级射弓箭。你说更楼上有附魔台是不是？哦，看到了。对，嗨，哦，嗨，哦，有盾牌，死鬼呢？这样超强哎、欸！射我，嗨。我觉得、欸、箱子里有那个垫脚石跟火药，你们自己拿哦。好，好，我要觉得不需要有种有一个很强力的弓就可以了。哎，传、欸、送门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。对 对, 對，侧边可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剩下钱。走过去就会传过去吗？哦，有了有了。来啊、嗯！全部满箭矢。哎、欸，前线剩你了，云月。好，我来了。因为我也快来了。你也快好，我们的方块被挖掉了。好，帮我撑十秒。啊，哈基哈基，哎、欸，呼呼，来了来了。哇，我假期了。我们有没有更多的食物？哦，你们是不是都输了？我被打下期了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喂、欸，有我射死。哇、欸哦，他还爆装哎、欸欸，爆装哎、欸。对啊，爆装了。那个牛排，更多牛排。哇、哦，赞。哦欸，铁装，我有铁装。哎，我下来了。哎、欸，这样，我觉得他那个喷装超亏的、欸。那个，对啊，超亏、欸。对、啊、他有可以关呐、啊，他可以关。我这样完全不用买，就有铁装了。直接打他们的就好了。哎呀，太赚了，太赚了。对方的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刚刚你要过来吗？我已经在我们这了。哦，因为我在贪财啊，贪财啊。哦，你在贪财，好、哦。十颗钻石啊！贪财！哇、哦，好多哦！对啊，哦，绿宝石要重生，它右边会显示那个绿宝石重生时间。嗯，还有钻石的重生时间。贪财，有了，有了。
啊，我们要去换那个，真的要换消除器，我刚忘了换。他们拿羊毛包自己的苦力怕了。哎呀，能拿自己的木剑挖？欸欸欸欸欸欸